板道铁路铁西发清明一节路，台东第一部分都平东的平了。最近比起是为快速设施送25,000伏铁高压天，铁道局就提醒民众，第多量火车头同银幕平交头一条同属反阳景点，提协商时节唔好去命到高压天线，就加派人力抵达的景点起顺起线头。铁道局未完善讲，第年代南回铁路天气化同查过后，爱用台东居民为送北下南就喊了一篇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哈，昨天铁路电梯那个通电而已哈，不要在铁轨下。好青年今天银河摩托剑平交托，人家第二日台马里有名的景点银幕平交托，最近人潮急速。不过此次的出去其实，台电南回线资本都表鸟团，开始天气化通电测试，高铁两万五千伏铁的高压铁，就将会有天道的危险。送电以后确认我们在沿线的一些电话设施安全无虑的情形下，那才会再坐列车。从98.2公里，此台东到屏东平了，去反到铁路天花路庙的清明一里路。通天过后，为了需要来做查的同行的测试，安算年代前全面统查。到几样时，台湾清明的柴油的引擎副查头，也会天天的唔见贴。南非居民做咧行开里片咧来去东西铺，也唔是个批的当然批的柴油米。好啊，很方便呐、啊。阿东的火车相对西部是比较少，假如有电气化的话，会更频繁。铁道局也呼吁民众到南非多量查票，也系银幕平交通一条有名的经典时节。每个楼梯记录保持1.5公尺以上的距离，也建议限高4.2公尺，避免被天道的意外。下个新闻，陈启明台东报道。